台南市大甲区市道174线、175线，因为山路弯弯曲曲，不少骑单行机车民众介意来遮骑车。对此，码头警分局伫初六发动改装车辆参大型单行机车的联合稽查，即将各发六件噪音无合格甲十件的交通违规。摩道警方六号一透早，伫台南市六甲区市道174线，联同交通警察大队、台南市环保局等相关单位，展开改装车辆已经大型机车的联合稽查，果然是一天都查落来大型的车辆四部，大型的重机80台。摆下方向灯。方向灯有改。除此之外，竟然差一台大型车辆，噪音检验的时阵，鼻着有酒味，经过检测了后，确定是超标。当场以公共危险罪依上发办。有酒精浓度值0.25，涉嫌触犯公共危险罪哈，我现在依法逮捕你。台南市六甲区市道174线、175线山路，因为道路是景观，因此假日总是吸引大批的重型机车来车库，但是嘛常常出现批车改装的状况，影响当地民众。外道警方是展开联合稽查了后，总共各发摄影检测无合格6件，交通违规10件。本案局联合交通警察大队、麻豆监理站以及台南市政府环保局，执行改装车辆及大型重机车联合稽查，过程中共告发噪音检测不合格6件及交通违规10件。警方强调，这个地点假日车流多，呼吁用路人你在山区爱真细腻的赛车骑车，唔通批车，并且遵守时速50公里以下的交通规则。未来将会伫小无定期的稽查，保障道路安全。记者郑宏达报道。